来吧，角色演示。我于黑暗中拔剑，只为敲响恶魔的丧钟。我们近战之王，剑士。剑士的部分只能选择蓝线了。发型，这边都提供一些比较简单的款式让各位挑选。体型，身材不错啊。然后这边脸部调整，初始的样貌就是这个样子。亲爱的勇士，滑动左侧摇杆进行角色移动。记得要正妹老板娘，你要嫁给我妹。开始你的冒险之旅吧。出神了。哎，就是你。不用紧张，我是你们生命之树的光辉。来吧，打蜘蛛。机器人，救人呐、啊！恶龙要吃人啦、啊！哦，好狂暴的男人！救命！我是帮我把他们都赶走。以前他们大都在沉睡啊，真是太不正常了。你是看你的样子。小火龙把大部分的矿石都吃掉了，买技能书，我必须尽快。说，快看那里还有。用魔晶购买。我有第二招的啊。哦，每个剑士都一定有的回旋斩，一技能，扇形攻击。黄金炎龙来了，他必须尝尝我的厉害啊。哦，战士移动速度比较快嘛。行吧，我已经无法控制了，必须。什么声音？那边好像有人在求救，去那边看看。拿到一把斗神利斧。那就是黄金炎龙。对了，刚才在这边听到了呼救声，有人需要帮助，快跟我来。你是帝国军的人，如果撤退的话，那些平民就危险了。皮脆牛头怪，帮我们赶走那些发狂的怪物吧。怎么也开自动哎？感谢你的帮助，帝国军的朋友，请帮助我，队长他们还在前面。继承天使之力的勇者，聆听我的呼唤，恶魔的阴霾即将笼罩大地。你们看，就是这些蛮牛战士，要小心啊！天哪，数量增加了这么多，难道他们是从土里生出来的吗？警卫队有你这样的朋友，真高兴再次见到你。没想到竟然是你帮助了我们。迪亚特，他怎么在这儿？
就是这位，不要误会，我们他就让我瞧瞧吧。那位大人也很期待。买第三个技能，好，第三招有了。就凭你，向我求饶，我手下留情的。控制马匹，是不是存在默契，就看你自己了。它是以左右这样子区分的。保持在安全区域就行了。来了，左右这样子。就像钓鱼一样，这就是你读，祝你一切顺利。做得不错，这么跟我来，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。好吧，这是最后一件了，技能。剩下要等到一转55等才能练了。这些是村民，他们都有情况，准备躲避。第四招，直向的，哦，冲撞。会有暴走状态啊！角色演示就到这里吧，大家拜拜。